在偷看你。准备了，准备 ，Ready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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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对，走，漂亮，刷到。基本上这边停就不太会飞了，应该没有吧？但是它的姿势怪怪的，有准备飞的感觉吗？还在警戒。我现在的策略就是用这个1800 mini 去看它的动作，然后想要飞的时候，我再用 HS3 来录影。然后基本上他要飞之前都会有准备动作，这时候我也不清楚，应该是在警戒而已。我是觉得可以对一下焦了，换姿势，换姿势啊！等会都在录影，对。刚才那个以前在 YT 上面有看过他介绍他佩佩泰专门。有带东西回去啊。这么快。他现在脚上有东西啊，好像有东西。哦，所以是公鸟回来。